破案了，郭艾伦离开辽宁队，韩德君道出真相，球迷终于可以放心了。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视频开头，劳烦大家长按点赞，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郭艾伦的球迷看到这个视频，感谢大家的支持。辽宁队作为本赛季的总冠军球队，进入休赛期之后，在人员调整方面也是引起了球迷们极大的关注。最近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郭艾伦和辽宁队的续约问题。在辽宁队获得总冠军之后，郭艾伦的心情也是非常的不好，并且在直播间表达了一些让球迷产生各种猜测的言论。再加上辽宁队的总经理李洪庆谈到郭艾伦的续约问题也是避而不谈，于是网上就有很多关于郭艾伦或将离开辽宁队的说法。关于郭艾伦离开辽宁队，网上大致是关于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郭艾伦被辽宁队当作交易的筹码，同新疆队交易周琦。第二种说法就是郭艾伦或将离开辽宁队投奔郭士强。郭艾伦对辽宁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每当辽宁队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郭艾伦第一个站出来解决问题。他目前是辽宁队的当家球星。那么网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猜测郭艾伦会离开辽宁队呢？主要是因为辽宁队在今年夏季合同就到期了，而郭艾伦和辽宁队却迟迟没有续约。按照正常的情况，辽宁队会主动续约，所以这也导致了球迷们的各种猜测。不过在最近有一次直播当中，韩德君作为辽宁队的老大哥也是回应了球迷们的关注问题。韩德君和高诗妍周琦连线当中回应了球迷们关注郭艾伦是否会离开辽宁队的问题。韩德君明确表示，外界的传闻郭艾伦会离开辽宁队的信息是不可信的，一切说法应该以球队为主，并且让球迷们不要轻信外界的传言。从韩德君的表达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郭艾伦到现在为止没有离开球队，也没有被辽宁队当作交易筹码同新疆队交易周琦，郭艾伦更没有离开辽宁队去投奔郭士强，这也让不少喜欢郭艾伦的球迷放心。而最近辽宁队的助理教练吴乃群也是谈起了关于郭艾伦的事情。吴乃群说到，总决赛第四轮的时候，郭艾伦是小腿拉伤，为了帮助辽宁男篮夺得冠军，这个消息并没有公布。郭艾伦也是带伤完成了比赛，由于伤病才导致郭艾伦在当晚的情绪比较低迷。之后郭艾伦心情不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伤病的原因，要很久的恢复期，同时对新赛季也有不小的影响，并且在五月份中国男篮将进行集训，为六月份的世预赛备战。郭艾伦因为伤病退出比赛，无法为国家队争得荣誉，才导致心情极其的低落。所以郭艾伦心情不好可能会离开辽宁队的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虽然在夏季郭艾伦和辽宁队的合同就到期了，但是辽宁队会给郭艾伦顶薪合同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按照 CBA 的规定，只要辽宁队给郭艾伦顶薪合同，郭艾伦是无法离开辽宁队的。并且郭艾伦在辽宁队效力这么多年，辽宁队早就成为了他的另外一个家，相信郭艾伦也不会轻易的放弃辽宁队。那么郭艾伦和辽宁队的续约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也期待辽宁队和郭艾伦能够尽早的完成续约。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